大家好，我是吉吉。今天我要跟我的表哥和堂哥一起排练，他们就是魔动手的嘛。是的。然后今天要跟他们去排舞，希望可以一切顺利。现在我已经到达了现场，我现在就进去了。呵呵这个你们觉得是你好一点还是我唱出来好一点？又是春秋，这边有两个包开了，可能我现在先唱这个，我回家去想一个，然后我就录出来给你。可以可以。朝早总已浮沉在泡泡，也爱夏季出外带张地图，喜欢家里流行乐满布，探索伴侣深夜看星座图。堂哥到了。一会儿就要跟堂哥表哥一起去。去学舞的样子吗？一会儿见。啊，拜拜。了解一下这个头发。这个头发还没有弄吧？他一会儿会弄一个叫做那种什么，差不多就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刘海，就是蓬起一点，蓬起一点的，好像几十年代那种。哥哥，哥哥的头发。然后这个是利用几条辫子的颜色一起去弄，我也不知道我讲什么了。好，大家一会儿成品好了再让大家见吧。审美，这是什么审美？因为刚刚我的经理人帮我畅顺呼吸，所以我现在是这个样子，但是他应该搞完了，有一股药味。好，然后这个 OK， 这个呢就是我的头发啦。我狗汗补一下，把镜头都补掉了。太棒了。咁就你继续饮啦，但系我想俾花点心托埋啲口水。哦 ，Thank you。是沙拉的咖啡，沙拉的。他因为知道我有些感冒的原因，就他就送了一些东西给他，然后非常谢谢他，我会尽快好起来的，快好起来的，好起来的，我会好起来的。我现在要去排练岛，然后就去看表哥跟堂哥喽。好，我进电梯了，拜。好了，那个等一下开始，稍等一下。是啊。10:45，现在我做完了所有东西，准备要走了，然后开心，嘿嘿，他这个头发也跟我说开心，走了，辛苦了，好，然后就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 ，Hello， 我现在到家楼下了，现在走了。
然后明天会再去，所以大家再见。